香港嘅 KOL 一定系会对付啦，因为当立场新闻冇咗，現在眾而家剩翻众新闻啫嘛，其实咁就系冇嘢搞嘅时候，咁国安处做乜鬼嘢啫？系咪？佢就要揾啲对象噶咯，咁到时啊到啲喺网上 YouTube 啊成日讲粗口闹啊嗰啲，就会搞佢哋噶咯，引起憎恨啊嘛。